10天。cos 大公仔坐镇中正纪念堂，信徒排三天拜70000。潮牌 cos 的招牌巨型公仔 companion 降临在中正纪念堂了。从我的角度这里，我只看到两个圆圆的东西。就是他的脚，对啊，只看得到，我们只看得到脚而已。只是制作的时间就有600个小时，然后还包括了这是 COS 有史以来最大的一个大型的户外的展出的作品。艺术家 COS 本人和协办策展的 JJ 先来带逛，有一些台北的味道，对不对？You talk about the dumpling.、Right? Yeah, the dumpling. 你喜欢吃小笼包吗 ？I do appreciate a good dumpling. 说到 dumpling， 就跟大家看一下吧。Yeah, let's take a look at it. 它其实帮台北的这个特别的展， yeah. 特别设计一个小笼包的这个台北。这个真的超可爱，好几个不同颜色。对，而且同样的也是有小笼包在上面。我要问问看。这个是给小笼包吃小笼包用的盘子啊。cos 信徒们怎能错过呢？因为 Nico 蛮喜欢这个牌子，然后带妮妮来看这个巨型的这个公仔。然后之前像是 Uniqlo 有跟他们合作芝麻街跟像是 Snoopy 的活动，然后就是我们都有去，然后衣服也都有买。引领潮流界的这个 Nico。众多信徒们早在开幕前就来排队，超过900个号码牌抢光光，要在快闪店写拼个够。那你是几天前来排队？3天前早上7点。等一下回到家第一件事要做什么？睡觉。那我几天没有洗澡？3天。总共花多少钱？71300。